大家好，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大家见面。上一讲呢，我们讲了楷书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讲行书，重点讲那个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。讲这本帖非常难讲，王羲之好的东西太多。这一次呢，我就把它归类成以下几个方面，来阐述一下王羲之的他的特点。第一个，图一，他的形不怪而气怪，就是他的形状不连贯，但是气韵而非常连贯。我们来先讲一个年，大家知道一个年一撇三横一竖，几乎是不连贯的笔画。那我们来看看王羲之他怎么把它写成形不连贯的，写成气连贯。我们先讲那个年的第一横，第一横它就是一个圆笔的陆丰，从左到右，这个大家看得清楚。大家看第二横，那个起笔的地方，左边起笔的地方有没有这样一个小的一个锋芒？小的一个笔锋，这一个它是从第一横收尾，然后转移到左边连第二横，是这样过来的啊。所以这一个我们教它第二笔是陆丰开始，陆丰。然后再写左边的一点，年，左边的一点，大家仔细看一看，这个点它是点吗？就它是从第二横的偏左一点做一个起笔往右下，然后到了一竖的地方再打。一个底，把它勾上去，勾了以后，再从点的地方出锋，到左边，这一次他处理的手法不是用陆丰连接，而是用方笔连第三横。大家看到了啊，方笔。方笔以后，再左低右高斜到中间停一下，然后你看啊，到右边的收笔，它不是往右外，而是往右下，往右下垂。垂的同时，它把那个收笔的依然做好，看到吗？两个角收笔。那为什么要往下？其实它的往下就是准备由下而上去连竖的起笔，看到了啊，就是从下到上，然后竖的起笔做一个起笔的头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圆笔的头，然后再沿着起笔的头。行笔穿过第三横，然后再一直往下，往下很厚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悬针，就是尖的。好，所以把形不连贯的，而变成怎么样？变成连贯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叫气连贯。所以它的三横。就是这样来连贯的。
下面我们来讲一个少年的少。简单讲，我们一竖一横一撇，尤其是一横和一竖怎么来连贯？大家看一看，它的一竖的收笔是不是一个勾？对了，它的勾，你看它怎么连一横的起笔？对，有一个起笔的那个，一个是陆丰往左下，左下以后，他的毛笔又提起来，往右上推，推到那个一半的地方，从左到右，往右边走，右边走了以后。大家看，他的收笔依然很周到，也是一个脚在往下面走，下面走干嘛？就是往上冲上去，要勾住那个撇的起笔。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他的那个起笔的地方，我们讲锋芒毕露。笔锋的锋，芒那个芒，那个芒比锋还要尖锐，这叫芒。锋就是笔锋已经很尖了，它尖的里边还有一个丝，就是我们称作为芒。看到没有？他的少年的少，第一点的竖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？少年的少，先一竖的起笔，有这样一个弧的一个陆丰的转往右去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他的风非常灵巧，非常有富有表现力。如果一般的写下去，就是碰那个尖的落笔。写出来不可能那么锐，他之所以锐，他的笔用笔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到，那个技术非常非常高妙。正因为通过这样一个锋芒，使得那个字看上去就是有那个连贯的。所以这种我们叫什么？就是叫暗连，它没有明明确确把它特意把它连贯，所以的好就好在这个地方，这种地方连起来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我上次记得我讲过，我说有形的线条好坏取决于无形的线条。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王羲之，他之所以伟大，之所以写得精妙，就是在这种地方。好，下面图二，形气句观，这个一看就知道啊，它不但是形状是连贯的，气也连贯。好，我们先讲一个右边一个茂盛的茂，大家看起来啊，那个字写的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在哪里？哎呀，写的很活就是漂亮。一般我们的褒义之词就是漂亮、潇洒、好看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但是。好看在哪里？好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就是讲一个“茂”字。第一点，那个草字头的左边一点，它的笔锋你看很尖，往下竖的，陆锋往下，然后再转笔变横45度往右上
斜上去。它那个点跳上去，你看一根线是不是接得到那一个一撇的起笔？哎，看到了，看到没？啊，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暗联，暗暗的相连。上面是暗联，下面的一撇从右上到左下，它就是明联。你看到没有？明明确确联，但是明联之间它又有轻重缓急。它明联以后，你看在那个一撇的 ending 的地方，连一横的地方，是不是又有一点那个细细的出来？看到没有？然后陆丰打转往右横，一横横出。因为上面太细了，下面一横产生粗的感觉，以示对比。然后在一横的收笔，看到没有？认真收笔，踏左脚顶上去，然后往右外扩展，扩展，然后再从右外到中间。一顶了以后，又往左下飞出去，一根丝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接一撇，大家看啊，它一撇接一撇以前那个起笔又是尖的，所以从这个里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每一个笔画都是起笔、行笔、收笔、起笔。行笔、收笔，一点都丝毫不乱，但既有交代，又有那个起行收的笔法在里边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技术要非常高超，那个非常熟练，才会有这种境界。那个冒的一撇，你看，一急着往左下，马上翻身往右上去，上去以后，它怎么来连横的？看到吗？它又产生了一个连贯，一个连贯。这个比上面的草字头的一横是不是要方一点？草字头的一横比较圆。第二横就比较方，它又产生了变化，所以这个第二横用方的写法，然后方的写法写到从左到右以后，再顶住往上面去接一个斜竖的起笔，起笔以后一路往下右下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一路下，慢慢下，慢慢下，慢慢下，下了以后收笔，然后见方拿毛笔提一提，再顿一顿，顶一下，冲上去，它的尖的很长，一直冲到哪里？冲到撇的陆丰的一个丝，所以。这种就是我们要介绍它的，该方就方，该接就接，啊，所以它那个毛笔控制的非常非常到位，所以那个撇它就很细，然后穿过一个斜线以后，往右上转上去，提上去往右上，为什么到右上？它就是去接最后的一点上去，上去就啪一点啊，所以这样讲解以后，大家可能会有感觉，哇，那个写的很过瘾啊，很过瘾啊，这么连贯，它是连贯里边它有步骤，这个怎么连，那个怎么连，这个是虚的连。那个是实的连，
这个是方的脸，那个是尖的脸，他一定考虑得非常周到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王羲之何谓书圣，这就是书圣的风范。下面我们讲旁边一个勇，那个歌咏的咏，你看啊，他的一点落笔入锋，到了那个下面的那个角的里边一个勾，为什么往左上啊？大家觉得一直往左上，南辕北辙，应该一横在左下，为什么要往左上？所以这种就是一个作者他写的里边，就是我们讲胸襟豁达。那你一定会说，老师，这个点子和胸襟豁达好像根本谈不上，对吧？怎么叫豁达？我不觉得。就你知道吗？他那个点往下以后，再往左上冲，往上冲。冲了以后，冲到一定的高度，再往左下垂，去接一横的起笔。所以它那个有跳跃性，有跳跃性。然后一横从左到右方收笔，看到了。然后第二横入锋，入中带方，然后连。就是那个明连连第三横入锋，然后再连竖的口，再看它口的右边的一竖，它不用四方形，而用三角形斜上去，斜上去了以后，永远的永的一点，它不走斜的是。而是从左到右打横的字，所以他把两点以字区别，然后再从点的上面把它连接下来，这就是明连啊，一根丝。大家看一看，虽然是明连，但是明连里边的一根丝是有粗细的。所以我们往往将上面的点从粗到细中间，然后到了中间以后，从细到粗再连往右下垂，然后在中间一竖带 curve 往上，下面到勾的地方休息一下，为什么休息一下？养精蓄锐。其实就是做一个顿挫，停一停，然后把毛笔提起来，提起来以来以后，再把毛笔用侧锋压下去，往上，跳到那么高，高了以后注意，这个它不是入锋，它是成为那个横入中带方的那一个起笔。看到没？然后再往左下，左下以后圆收笔，跳上去，跳上去，你看这个就不连了，它就是暗连。但是你们仔细看一看，它左边的一个锋芒和右边上边的一个起笔是连得到的，连得到的。然后右边一个方笔，入中带方，方笔，然后往左上 turn，左上 turn 了，为什么往左上一笔？从右到左下，右上到左下，左下左下再左下，左下以后，哦，不对，再往左下，左下以后再往左上去连捺的起笔。在连捺的起笔，所以它的那个一撇一捺相当呼应，
是我们讲这不是假的，是实实在在做给你看啊，有章可循啊，确实是这样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讲图三，明暗相间。我们还是通过那个连贯牵丝，有明的牵丝，有暗的牵丝，啊，就是明和暗相间。如果一味的把它连贯，觉得那个就太乱。太绕，所以该连的要连，该断的要断。我们来先看那个"之"一点，它照样是陆丰，那个笔锋很尖锐。有没有看点？有没有那个角啊？背有没有啊？有一个背。我们根据那个上次讲郑恺的法则，腹背分明都有。啊，不要以为他写行书会把基本的东西抛开，不会的，啊，不会的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一点以后，然后跳到左边，从左上到左下，陆丰往下。然后调锋，用侧锋从左到右上，右上以后中间停一下，你看到停了以后再跳到右边，啊，右边以后做好右边的起笔，然后从右上慢慢的下到再左，好。再有一个牵丝，有一点往上一点，然后还有接横的地方，它有个交代，有竖的一个交代，这种就是很难。一般的人一定是写出来一个那个 Z，就是一个 WYZ，就是一个三角的连接，三角的连接。那个写出来就不好看，就硬了。但是它通过一个斜度，然后斜度再介于往左下的一个一点点的竖弯，再写到右边横过去。所以这样写上去，就是觉得那个字很柔和。但是只知道好看，但是往往你们不知道它的功力之深。你既要小看这么一点点，迁来迁去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啊，我们现在看的字啊，已经是放大多少倍以后给你看的。它原稿的字是非常小。对吧？像一个指甲这么大小，这么大小的字，还要把这里边弄得那么精细，你们讲难不难呢？啊，非常难，所以他的那个技巧非常高超。好，一个字完了，往往我们会和外分开踏步。它继续往外左下去，陆丰一直往左，然后圆的回锋上去以后再往左下一个弧度，好，弧度挺好，看好啊，这是一个打一个底，做一个 foundation 以后，方侧锋往下面是宽。上面是尖，它的尖是那个尖到过了头以后再去连右边下面的一点，好，我们来分析它的一点，它的一点背在哪里？
背在左手边，对吧？一点的背是不是在左的边缘是一点？然后肚子在哪里？肚子在那个右边，好，所以这个你看他那个写的那么快飞上去，他的点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放心，他一点都不搞错。然后点好以后，用重新起笔，用侧锋。为什么用侧锋啊？上次我们讲过，是那个底部是宽，上面是尖，所以采用侧锋，从左下到右上。好，你看啊，他到了这里戛然而止，不上去了。他为什么？他做一个顿挫，有一个角，看到没有？他停一下，然后再往右上啪翻出去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崇拜那个王羲之，就是精妙高妙的地方。如果那个之和外这样连下来，一个外合竖又这样连上去，这个味道就差很多。所以他那个写字时候，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考虑到没有？他这个写字的时候，不是在写字，主要是我们在写那个文章，对不对？你想，我们普通一般在写信啊，怎么样？这样写信的时候，你还顾得到那个笔画连与不连，圆与尖，各种书法的因素，你会考虑进去吗？啊，往往就为了写字而写字下去了，说明问题了，对吧？但是他也是来继续那个当时的情景写文章，在记那个情景写文章的同时，又考虑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样，什么时候该怎么样。大家考虑一下，身临其境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很佩服他的那个书法的高超啊？啊，不容易。好，下面我们讲下面一个图，曲形相仿，笔意不同。大家一看啊，这个是之啊，对啊，看上去怎么样？哦，差不多，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我们先讲右边那个之，右边那个之的一捺，看到没有？最后的一捺，那就是我们正常的捺，对吧？下去慢慢变细往右，啊，这是很正常的捺。但是左边那个之，看一看它的捺的最后的收笔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有两个角，啊，我们这个称作为回捺，像这个捺，它是通过上角、右上角到右下角，然后顶住再往左边回的，所以这个叫回捺。那一般的捺就是往右边慢慢变窄、变尖，就是往右外送出去，不回头的。啊，所以曲的样子都差不多。笔的意不同。讲到之啊，那个《兰亭序》里边有20几个之，可以说每一个之我都仔细去研究过，都是不同的，都是不同，笔法不同，样子不同，点的角度不同，就是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讲第五图，因笔顺不同，使得结构有异，结构不同，
笔顺不同，结构而不同。啊，我们先讲右边一个胜。大家这个结构就是我们普通一般所写的，但是这里要讲一点，往往我们一般我在小学时候啊，写一个成功的成，一定是横线，一横线再一撇，但是书法里边包含的楷书，它不写横，而是先写一撇，第二笔画写横。啊，横的，上面再写横，第一撇，第二横，然后写到第二，再往左边写一个成功的成的一个一横一竖，对吧？斜竖，斜竖以后接着就是写器皿的皿，器皿的皿，一竖一横，两竖再一横，然后再跳上去写一个斜长竖。对吧？斜长竖，然后勾上去，陆丰连撇，撇了小头，然后再往上，再连点，非常好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书写方法。好，看一看左边那个胜，它是怎么书写的？好，我们来看，也是一撇先，一撇先。然后在第二就是横了，左低右高横。第三跳上去写那个斜长线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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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说怎么写到哪里去了？这还像字吗？勾上去，听我的讲啊，勾再往左左左左左进去进去，连第二横，连第二横。哎，第二横连上去，左低右高，然后再往左下一个斜线，啊，斜线以后再写左边的一竖，写个器皿的皿，再一横，再一个尖，然后陆丰下来，再一陆丰略微长一点，到左边方起笔，左一半上去。右一半往下垂，好，停一下。为什么往下垂？垂的目的就是为了往上跳，连陆丰的起笔撇。啊，这个可能你们会想不到哦，它的笔顺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根据笔顺的不同，使得结构也有所变化。好吧，然后下面我们再看第六图，粗细对比。好，这个一般我们学书法的人很注重这个，要有粗，要有细。我们现在先看那个右边那个士，大家很醒目，一看啊，左边那个。四只鞭炮那么粗，对吧？那么粗，右边的看见的见就比左边要瘦要细，大家很这个 contrast。好，为什么我们的画画里边有近、中、远三个层次？那写书法里边呢，它就是在一个平面上。好，就是我们粗啊、细啊，好像就这样。像这个士的那个左边的部分，近乎是一个块面啊。我们讲那个画画里边一块东西，块面给你视觉的冲击就更加强烈。用块来写，感觉到了没有？好，与左边的士。虽然左边和右边的是不同，因为左边比较细嘛，是的，是比较细。但是大家看一看，左边的那个四支鞭炮虽然细，它细中也有粗，
看到没？下面的一块特别方起笔，就比较粗，粗了以后跳上去连，看见的见的一竖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讲，它的整个字是细，在细的里边要有粗。啊，那像右边一个，很就是对比强烈，当然它也是一种手法。左边一个是对比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仔细分析很细腻，它也用粗中有细，细中有粗。啊，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好在哪里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讲那个第七图，厚重与轻盈。厚重大家都知道啊，很 heavy， 很粗，很重，很厚，对吧？好，那个右边那个位，一看哇，尤其是第一横看到没有，和第二那个斜竖，几乎就是一块东西啊。看到没有，很黑很粗啊，所以这种就是它的粗细特别强调。这个字位本身就是粗，但是它粗的一边还要有更粗的东西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，这才能够就是突出它的用意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粗和细怎么来写，往往很多人写我要粗粗不来，要细又细不成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安排，你没有把它细要细到什么样，粗要粗到有多宽有多厚，这一个取决于什么地方？取决于你的起笔。为什么你起笔没有打算呢？你盲目啊，起笔有打算，那你知道我们那个有多少宽，40%宽或者60%宽，那你60%宽，那你的起笔要写到60%粗，下面的线条才有这样60的线条出现，对吗？如果你那个没有60%，你也不知道，反正用毛笔压下去，其实是适得其反，适得其反，事与愿违。你看上去没有劲，只觉得这个一堆、一团、一坨。这个就是不是压啊，因为你没有那一个预算，到底有多少 percentage， 有多少粗啊，粗所以很难写，要慢慢的，不是把毛笔压，而是用毛笔铺开、松开，一松了以后就会厚，大家记住。回到家里边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左边一个轻盈，轻盈它比较细，但是细而不虚啊。一般的人写了细，它就比较轻，轻了以后就虚的，线条是浮的。这个胃里边的线条浮不浮？一点都不浮。非常连贯，像那个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人家那个民族舞，拿一条红绸舞，一个女生在舞台上一圈一圈绕啊绕啊绕，她绕了4-5圈，请看，你们已经看过，她绕了4-5圈的时候，第一圈绕的红绸
还在空中飘，这个就是一个技术。我们这样绕一圈，绕两圈，第二圈在上面飘，第一圈早已垂在舞台上面，垂下去了，飘不起来。啊，我们看看它这个位细啊，细的你看啊，这个第一点，然后中间一个斜竖，是不是？它上一半是直的，直到一半的时候，右左下半慢慢的有一个 curve 往右下翻进去，翻进去再往右上跳，再往右上跳，跳了以后腾空，再往左下垂，垂了以后一直垂到最最左边低的地方，从入风左低右高。往右上斜一横，看到没？啊，所以它有的时候我们是就近，就是把它转连贯；有的时候特别南辕北辙，南辕北辙啊，国语不好，就是这样上去，啊，不是是连的，有的时候是相背的，有的时候是相近。好，下面我们讲第八图，藏露之异，方圆兼用。这个大家应该通过上一次的楷书啊，大家对方圆兼入比较有点感觉了哈。好，我们那个清看它的三横，第一横。我们称作为是入风，尖尖的，起笔是尖的，从左到右是入风，横上去，左低右高。第二横就是方笔，第二横的起笔是方的，但是它方的角度就比较锐，是不是一个斜角度？第三横的起笔是。圆的起笔是入中带圆啊，入风带圆上去。好，所以三横它起笔的那个方法都不同。好，我们看那个中间一个气氛的气，第一短横是入风，看到没有？入风啊，从左到右上。大家一看啊，这是尖的入风，然后这个从第一横的右边到第二横，它是一个连贯的，我们也可以叫做搭风，搭提手边旁一个答案的答，连带搭过去，搭风。好，第三横。是什么？是方笔，方笔。好，你看第三横的方笔的斜度，它的方起笔的斜度是往左外斜的，左下斜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第三横的左外斜的方笔和清的第二横的方起笔角度。截然不同，不一样，但是都是方笔，啊，方笔的角度可以是直的，可以四十五度，内四十五度，也可以外四十五度。气候的气，第三横的方笔，就是有点往左外的斜的方笔，看到了啊，所以方圆兼备。陆风、潮风的不同。好，我们讲到那个方，刚刚都讲了啊，一个圆，老师，这个好像没有讲啊。我们下面来讲足，第三个字。第三个字，大家看到那个一个口下面的一横，
对吧？它的起笔是圆的，所以光这个圆的起笔不是那个一横孤立的而写成，它是从口的右上往左下滑，滑下去，一直往左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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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下，对，一直往口了以后往第一横左下，左下以后再翻身往右上斜，对，所以这一个动作是包含什么？就是一横的起笔。好，先讲不是一横的起笔，先讲从右上垂到左下的收笔，加上一横的起笔，两个动作 combine 把它连贯而成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注意一下啊，这个圆笔。好，下面我们讲那个图九。第九图，外拓与内敛。好，那个外拓、内敛，那个内敛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看竹字的竹，左边一个，有点内八字，看到没有？竹的那个左边一竖有点往右倾斜，右边的一竖有点往左边倾斜，啊，所以我们是内敛，就是内八字内弧，外拓就是往左往右，有点外八字的感所以那个右边那个足，我们称作为外拓，那你看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外拓，拓到哪里？其实就是右边一半的竹子的一竖，是不是有一点往右外斜？但是往往一般的人看不出往右外，一定会说老师这个是直的。但是我判断说是往右外斜的，啊斜的，啊，因为它从左边的一竖的起笔往左边一点点，然后往右外斜出去，再往右外斜斜斜下下下，这样不是我们讲直，不是一条线是笔笔直的，有点往右外，所以这个就是外拓，open 内敛，这个转进去。这个是我们刚才讲两竖的关系。好，我们讲讲内敛怎么来讲那个竹子的上半部分。看一看左边一个竹，是一个方起笔，左边的那个三角呀，一撇是方起笔。方起笔了以后，它是往左外走的。然后一横，它是往右上卡上去的，这个就是内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们说它内敛呢？如果一撇往左，一横往右平的出去，不叫内敛。它现在一撇往下，一横。左低右高，往右上挤在一起，这也是内敛的表现。好，内敛表面上讲内八啊，外拓就是外八，它的线条弧和拱就是内敛外拓的表现。好，我们再看右边这个竹。啊，不是，在第左边一个竹的右边半部，啊，是入重带方起笔往下，对吧？好，它的这个横就比较平，
没有，但是它是一个弧形，对吧？弧形，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内敛，它有一个含蓄，有一个弧度。然后我们讲那个右边那个竹子，一撇，你看，堂堂正正一个方起笔往左边撇出去，然后一横就是左一半右一半过去，很干脆，就是外拓。我们讲啊，有开拓精神，不怕，就是一撇一横一竖。然后竹的右半呢？这个是不是撇？不是撇，和左边的一撇就不同。左边的一撇是正规的一撇，右边的一撇它要有变化了，所以变成从上到下的有一点点转弯，不是撇啊，然后转一点点就可以，然后。更多的用意在于写右边的从左到右的一横，啊，从上到下，然后再从左到右写一横，一横以后，它有一个 returning，特别回到横左横左，然后再从左到右外引到外面。所以它那个东西不是我们在一横一竖那么简单，它有的时候是绕圈子走的，好？啊，这个就是介绍到这里。好，下面第十个图，平中见不平，不平中见平。这个意思大家都懂。看看是不平，其实是平。看看是不平的，哎，但里边是平的。这种话啊，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个悼念的悼，啊，悼念的悼，精彩的地方就是看右边。你看，它有点像我们讲什么，就喝醉酒的打醉拳一样。好，先写一横入风，哎，从左到下，从下到上，然后上跳连竖的入风起笔，这个呼应了，看到没有？啪啪呼应了。然后明明这个我们想是一竖，它是从上到左下撇，撇再撇撇撇撇了以后。往左上跳，跳上去 jump，跳跳了以后入风下笔，卡在撇的地方，往右下一竖，右下一竖再原路往上啊，原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通俗讲乘电梯，原路再往右边入风写横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右边的这一条线不是竖。是什么？是一条弧线，跳上去往左下跳，跳了以后连那个日的第二横，中间不是这里，上面一横，第二横日，哎，对，连上去，然后再往左下连第三横，看到没？啊，左低右高斜上去，再往左下垂。垂抓左下连最后的一横，左下哎，哦，再左低右高，再往右上斜去。好，大家看，这个一竖是往右外斜，对吧？所以它里边根本是不平、没规矩的，但是看上去那个"道"字是不是很平啊？啊，很平整一点都不会写的歪，所以平中见不平，不平要看到平，所以最明显就是两竖，
它一竖往左，下面的一竖往外，但是字一点都不倒，所以我们看出，哎，这个字很有味道。所以味道在哪里？它的气韵好，气韵好，怎么会好？所以我们讲那个形状是怎么产生的，结构是怎么产生的，是气韵产生的结构。这个结构不是你所写我们圆珠笔、钢笔字这样一横一竖所写的结构，它叫水到渠成呐。气韵产生的结构。好，我们右边写一个形，大家看一看那个形字很正，是不是几乎是一个方的？看到没有？左上角、右上角、右下角，是吧？几乎是方的。看看是一个正的字，真的叫方块字。哎，怎么？看看，你觉得方吗？我就说它平中见不平，看看是方，里边波涛汹涌啊，看看是湖水风平浪静，其实它是暗潮暗波，有暗暗的波浪在里边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先看那个右边的三点，看到吗？第一点，它那个方的陆丰起笔往右点好以后往左的，看到吗？往左飘到左边，左边以后再 return 反到右边来连第二个。好，第二撇注意，它不是往左了，而是往左下，左下，左下。好，左下以后再趁势往右下垂，垂了以后，它的收笔是平勾下面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平行线，它来撑住整个字的平衡。所以我们三撇，第一撇是往右到左，中间一个是从上到下，然后最后一个从上面到右下顶住，这样一点都不僵不僵。好，我们再写左边的两横两竖，怎么来讲？第一横陆丰，从左低右高；第二横方笔，左低右高。然后右第二横的方笔，它是方收笔，收笔以后往左外翘，连左边的一竖起笔，一路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左左左左左，左出去一点点，然后再往下，往下以后再往上，往上以后它落笔就是陆丰了，看到吗？陆丰以后一顿，好，起笔在这里开始一路往右下走，右下走刻意往右外拖出去，往右外。为什么？左边的一竖往左外，右边的一竖有一点点往右外。右外为什么？右外就是要想跳上去连右边的第一个斜撇。所以它的那个用意就是这样的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写的那个书法。这一个书园就是最近，那已经是我在已经。展览已经结束了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年初办了两期，在流芳园里边展览那个书法，这个是我为他们写的那个一个看头书园。
好，那我们先讲那个书的那个一横、两横、三横、四横、五横啊，一上来有五横。但是你看啊、哦，我那个五横里边都不是直来直去的吧？对吧？我们先讲那个第一横是方的起笔，方起笔从上到下方，然后一横。从上到右下垂的，看到，往下垂，垂了以后顶到中间，往左外行跳起来，它一横有一个波折，起笔有一点低，有一点磕头，然后往上拱，再往下拱，再往右外上去，好。然后第二横写好了以后，再回到左边写第三横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有一点搭风，连第三横的起笔到右边去，上去，上去以后再连第四横，第四横比第三横要短，而且是方起笔，大家不知道看得到，看得清楚啊？然后。第四横写好以后，我第连第五横的时候不是打横，而是往左下垂，左下垂，左下垂了以后，左低右高，往右上翻，连到左上，然后再直冲一竖的起点，这样来的笔顺。好，笔顺以后，从上到下到第四横，再不要第四横了以后，我沿着第四横到第五横，左边斜进去，斜了以后，直接从第五横这地方接一个日的一竖，一竖让开，然后再一横要细细的，要比第五横还要细，对吧？然后站起来，有一个斜角度，因为日是比较内八，右边的一竖也要内八一点下去。下去以后，记住这里有一个停顿，打横断，有一个横断，哎，横断再打一个停顿，从底下往上面延伸上去，写一竖，然后再写一横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书的，那个我的写法。啊，那个圆就是陆丰，对吧？草字头，然后我就采用了枯笔，对吧？枯笔两个too浓就不好，所以中间会产生飞白，但是枯笔里边也不能太枯，所以它该枯的地方要枯。枯到上面的地方要飞上去，但是最后那个竖横钩还是浓的，啊，浓的。但是这个浓，我是枯笔以后再继续往下写，不是在中间蘸墨。那有人会问，那你明明是枯了，最后一横怎么会写得那么粗，那么浓啊？放慢速度，让墨那个笔里边的墨慢慢的渗到宣纸里边去，这样写得很遒劲。就上次我讲的屋漏痕啦、啊，还有一个什么追画煞，就是用这种暗暗的劲使笔墨那个。墨渗到宣纸里边去，速度慢。好，这个就是大概介绍一下。下面我们讲第二张照片，这也是为那个刘方元起的幺三台这一个我想讲一个邀请的邀，那个走字啊，一般的邀都是怎么样？左高右低，对吧？那个走之啊，
左边上面高，右边往下垂低。但是我写的是左边低，右边反而高上去。当时他跟我讲，因为那个湖心亭对面就是 Sengabu Mountain， 所以他命名为邀山台，邀请这个山过来作为一个台，乘坐的一个湖心亭，邀山台。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，邀请人家就比较要客气一点，要放下身段。所以我把那个走字左边的起笔比较低，右边就比较往上斜上去，看到没有，整个线条往右上啊，这个比较有诚意嘛。我请你啊，请你，请一个山，那个腰，但是腰中间的部分都是很粗的。好，下面我们要特别讲一个山字。山字这个写的，我自己觉得现在看还是写得非常好，很 unique， 很特别。为什么特别？一个山很难写啊，它这个写字的山本身是很简单的，我现在把它用笔写得很复杂，看到没有？所以那一竖，我不是一竖，我是陆丰，有一个弧的转折。从右上到左下，那个左边的一竖一个山，左边的一竖，哎，弧从右啊往右外，对了，然后跳一跳，特别要离开一段空间，陆中带上往右上斜，斜了以后顶住往上面跳高。然后一个弧度把它写外往右外弧，然后再顶住往右上跳，跳了以后那个钩再斜上去往左上跳，啊，所以那个看上去的线条就比较复杂，它既连贯又复杂，它里边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《兰亭序》。明廉和暗，这种我就吸收了这种的方法来写这个字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讲，在 Hunting 的 Library 里边有一个对联：春望逍遥出画堂，兼霾之流不胜霜。好，我们先讲一讲那个。两行里边有三个走字，看到没有？一个逍遥左右边，左边一个梅花，下面一个之字。但是大家看一看，我那个三个走字写法都不同吧？对吧？所以我先讲解一下左边的一个之。啊，左边的之的三那个一个走字，然后一捺。这是就是 regular 的捺比较粗，啊，那个逍遥的逍的那个走之是回捺，可能大家看不清楚，最后的收笔不是尖的，而是笨的，对吧？其实就是有两个角，然后遥的那个捺呢，比之的捺要细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？摇的下面部分一个一个字就比较粗，所以粗了以后，我那个走字我就写的比较细。那个之的那个书，那个左边的一个之字一个书，是不是下面的这个三点就比较瘦啊？好，我就为下面那个瘦了以后。为下面的捺做好那个铺垫，那么捺就比较可以粗壮出去，这是我的这样的想法，所以有了想法就要去写出来。
好，还要讲一下梅花的梅和一个杨柳的柳，两个木字边旁的横都不一样，看到没有？梅花的梅横是左低右高，一横左低右高往上接那个木头的竖的下去。柳树的柳的一横是左高右低，看到没？往下走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那个变化，好吧？当然里边的变化还有很多。那我们时间关系呢，啊，我们就抓紧讲下面第四个作品，从入不惊啊，这个是经常会看到的。啊，这个叫是什么？是行草。所以我们讲啊，里边顺便讲到，行书是行书，行草就是行书加草字，草书就是100%都是草书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搞明白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两行，对吧？所以要看那个行气，就是这样。行气里边要有怎么样？有粗有细，有大有小啊。讲讲是很容易啊。我们先来看吧，那个花哈，中间一般就是花开花落，大的第一个花就是我们讲的写那个行书。两点，这样，下面一个花开，下面一个花就是草书，啊，这样就避开类同。还有那个云卷云舒，第一个云是行书，大家一看就知道。那下面一个云就是草书。简单多了啊，就这样草书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里边很巧妙的把它行和草结合起来啊，结合起来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讲那个另外一个一字书。好，这个一字书呢，大家看到那个墨色非常非常淡，很淡，没有那么浓墨，那么因为墨一浓写一字书啊，里边墨的内容看不到了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日本这个方法写一字书，他要你在一个字里边把所有的功夫，所有的笔墨技巧都能够显现在那一个作品上面，啊，里面浓淡枯湿，啊，那个疏密都要给我表现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高的点，你看啊，我写的时候那个笔是很大的。但是不管它笔再大，我的落笔的尖的锋照样给人们看到，对吧？虽然是开叉了，因为它笔大嘛，不可能尖得很。但是从这个里边的起笔就知道，它是起笔是很锐的，一点一次就成功了，看到没有？一点，有没有背啊？有没有背？有没有肚子啊？有，所以这个一点，一切都在无形中已经产生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功力要相当深厚。我们通俗讲啊，叫一点定江山啊。啊，所以啪一点，然后提起来。连贯连横，你看毛笔已经散了，但是散归散，
他的笔锋还是从左下到右上，这个特意写枯笔，看到没有？枯了以后再往左转 ，return 到左边写陆丰一竖，然后在右边再一竖，慢慢的压，然后跳上去，那个高我不写两点，我用中间上去转一个半圆形。往左边连一横的，往左边连一横出去，往左左左尖的，哎，往啊，所以省略了高的左边一竖。你看那个交代很清楚，那个枯笔枯到尖，然后再有一点小的圆笔，巧妙的接上去，在那。你看啊，这个一段。在一段，在一段，它横的里边有 lots of stroke， 啊，就是我们讲屋漏横这一段，到中间右边的一竖又一段，然后到右边的地方又卡进，看到没有？枯笔就出来了，然后再右外一段，再到左下又一段，然后左下横的地方中间再一段。然后中间以后再到左上，再毛笔提尖，你像那么粗的毛笔要把它提到尖，然后再把一点点下去收笔。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一次蘸一次墨，通通都在里边啊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老外觉得 amazing。哎，又有枯，又有浓，又有怎么又会枯啊？这个枯中有浓，浓中有枯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写，所以你要果断，那个技巧非常熟练，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讲那个陆游的啊，那个。少壮功夫老来成啊！好，这个是2020年吧，2021年啊，为那个参加台湾国父纪念馆展览时候的一个作品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草书了啊，草书里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墨怎么来用。墨怎么来用？你看啊，古人学问无遗力啊，然后我古蘸一笔，先写古，写到人，那个时候蘸的不是很多啊，我就再蘸一点，从学问无遗力，然后一直写到少年的少，就是。蘸这一次墨，一直写下去。所以大家一定会听到有这样讲，叫“惜墨如金”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墨很贵嘛，大概所以要少用一点。”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不该用墨的地方，不要用墨。那就是说。你要把枯笔的地方写出来，所以会产生惜墨如金这样讲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写草书的时候，不是一个字蘸一次墨，再写一个，再蘸一个，再蘸一个，不是这样写出来，没有浓淡，没有枯，没有湿啊。所以至少就是要写，一直写。写到毛笔干为止啊，干为止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啊，那个觉知此事要躬行，最后这样啊，我那个觉知此事要躬行，看中间啊，你看一直连觉在中间一个。请到中间一个
中间左边一个，哎，对了，绝对的绝，知道的知，此这个事情要亲临亲为一个功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你看，爸爸就是从觉知此事要躬行，又是这一个，站一次墨，坚持写下去。所以你看到最后两个字几乎墨要没了，尤其一个行，看到没有？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把握你的毛笔的控制力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慢慢的，这个气要定，用平时的功力慢慢把它收笔收到尖。这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，不是快，而是要慢，好吗？好，下面还有一张，我们要讲一下啊。这一个就是最近2021年写的，最近2022年的给 Amy 175周年的，在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那个收藏的，在 Chicago 那个。Headquarter 里边，就是他收藏起来三张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》，那个郑恺上次讲过。好，这一次我们就特别讲一下草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下面放大。好，我由于时间关系啊，好，我们就是写一个讲一个为和一个世界的事。位在哪里？在右边的一行，右边的一行，第三个，第一个是天，第二个下，第三个位，为什么的位？好，位，我们这个就叫外托。啊，从下面接位的一横方笔，一横往下，然后一个弧形，看到吗？然后再连第二个大弧形。再连第三个弧形，然后中间一点也是个弧形，这样绕三绕，这个就是外托。啊，我们讲的通俗一点，走外边的路线 ，open 外托。好，那个世界的世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世界这个是世啊，是草书，这个就是内练。你看啊。第一横左低右高到右边收笔，左低右高往上去，往上去，上去，哎，然后再往里边走内线，走后门，哎，内线往左上几阶一竖，大家看明白了，然后再往下，好，下了以后不是明确的勾，是走内线往里边一点，里边。再往里边，哎，再往上冲出去，往右外冲，再去斜到左边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内练。内练我们讲的通俗一点，也可以讲走后门，对吧？一个我们是走前门，一个走后门，啊，走边门，这样来。啊，所以这个为和是。所以你看，看左边的一个整个勾图啊，如果大家想一想，那个"为"是这样写，如果世界的"世"也是绕大圈的话，想想有什么后果啊？啊，一横绕一竖，一竖再绕一圈，啊，那个审美疲劳、眼花缭乱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选择这样的方法来写，那就作品就比较能够有表现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